那两个先登场好了吗？那弟弟，你进水了。我想去那个自由式的。哦，往后退的。你要怎么玩？我不会。不会，小时候我学过。晚上是吧？我游到明天去了。你这样游就是对面那个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手臂都好酸。Yumi， 你在干嘛？我在剪指甲，指甲太长了。Miko 呢？我在暖身呀。你没铁腿吧？没有，一点点嘞，其实。你是？我已经贴了那个肌肉酸，就酸痛贴，所以现在一定要暖身。那一会跑步会很凉哎。很凉吗？对啊。一定要暖身，不然手不会是痛。按住心尖，就我的灵魂痛。为我加油，2021的专属的命运，是爱你爱你去疯狂，这年轻是爱。零下23度，从这口气就知道有多冷。衣服怎么洗？咱们也是。鸭子腿的好冷啊！觉得你能够在这4分钟的歌不发抖，不是飙高音的，我可以让你冷到你发抖就已经飙高音。我乱说的，刀削，我喜欢刀削，刀削。怎么在零下23度？还有情绪的唱歌，不能飙嗓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能不能完成这个挑战。我问问盛春，这次来大后花园了，我看一下，现在脱这个外套，真是没错。可以说。